呢，先自我介绍，我是吴老师目前的最爱，我叫宋瑞珍。那我想在座有许多新朋友可能不认识我，那今天主角不是我没关系，如果对我有兴趣的，可以上网呢去点一下宋瑞珍，然后去看看我的资料就行了。那我今天非常的高兴了，吴老师呢在退休以后的今天，分享他的希望与自信的绘画观念。吴老师常说呢，美术是绘画，是行动，也是灵感。这句话虽然简短，但事实上呢意味深远。他任教职和退休都一样的落实教育的改革。一个人做一件简单的事情，或者做一件辛苦的事情，有可能半年、一年或者一个月。但是吴老师在教学43年到退休的今天，他可以说是顿退而不休。这个任职跟退休都一样的落实教育的这个过程，其实不很简单。有很多人教育界退休以后就说，我要是休息，我为什么还要兼差？我就算一个月领2万-3万，我也可以过日子。但是吴老师的观念不在于如何过日子，不在于我要睡得饱吃得好，他始终一贯走来就是在教育里面的投注心力，这已经变成他的呼吸跟他的习惯，所以他不觉得他退休以后脱离了教育。他一路走来，有很多人对12年国教的批评，或者对12年国教的纷纷扰扰，但是吴老师总是坚持，很多教育的理念是必须改革的，纵然那个改革的过程有所不是很适合潮流，或者不是很切合实在，但是吴老师认为改革就是必须的，所以他支持12年的国教的心理的态度跟配合的，跟如何的做教育跟学生跟家长之间的协调的沟通，他一直的在努力。那今天美艺漂流记的今天的一个讲座呢，它是以画展的形式，就是吴老师的画展跟他的活动的海报，这样子做一个活动的不同的演讲的内容。他呢如何的以画会友，还有以画为师，这些在今天的我们都因为他的讲座而更深入的了解。那民国初年呢，蔡元培部长，那有很多人不认识蔡元培部长，连我都不认识了。那吴老师认识吗？吴老师透过蔡元培部长的精神理念跟他的教育著作跟他的一些 文案了解到蔡元培部长的美育代宗教的时代精神。我们知道我们台湾有今天的富足跟今天的文化，有很多人功不可没，我们都是享受了这些文化或者是物质的丰盛的感，我还是在座的各位都是这样。那蔡元培先生的临终遗言呢，美育救国，科学救国的理念呢，还有他一直提倡科学美育的这个观念呢，我们其实都不知道。我们读很多书不一定会读到蔡元培先生的书，但是吴老师透过吴老师，他看到了蔡元培先生的理念，他落实了他的科学美育救国，他落实了蔡元培先生的理想。这些事情呢要化成行动是很难的，我们知道很多道理，但是知易行难。那吴老师呢如何的奉行，如何的去40几年来的落实到今天，所以我们应该在今天是可以很仔细的聆听跟享受在大师跟大师之间的传承，我们如何来衔接来感化我们旁边的人。那我们现在欢迎吴老师，让我们诉说他如何在研究美育继续追求正义尊严的漂流故事。这中间呢可能有很多人觉得不可思议的心理路程，但是吴老师OK 的。谢谢宋老师啊，你看他真的很用功啊，这个就是两个不一样的人的态度。我的用功是，好了，应该从头开始讲了哈。那个，大成，谢谢你，他是我这个也就是这个空间的负责人，
好、哦，吴大成，他是我连城国中同事的儿子，啊、哦，也是上次一一邀我来这边，我们才开始认识的，啊，然后谈到连城国中，我们就自然而然就有那种亲切感，啊，然后谈这个教育如何做一些连贯，哈、哦，当然就觉得蛮幸福的。还有，今天我也要哎，那个谢谢我们的高记者哈、哦，因为哈、哦，我每次哈。哦每次我今天是已经有、欸、有一些哈车粉会说拜托拜托拜托，啊他总算他也答应了，我心卡很开心，所以我今天就打了两通电话催你来的原因就是说，我刚才讲我已经知道啊，你愿意帮我做这件事情，以前是牺牲奉献，啊今天我哪个我大概都叫你安尼牺牲奉献，就好像我们一张画作其实都是要花很多时间的啦，好啊很多人是所以常常说动不动就是说哎。欸你一张图，好完好我上完，我看到这种朋友，说实在话，我都感觉讲，哎，这是我的生活，我也是要做这些创作都要钱，啊，怎么随随便便的去讲，哎，哎上完，那个上完，啊，怎么弄弄点的要叫人上这个动作？所以我对这个作品的观念哈，我感觉我比较早的味道，到现在我有两个方向。一个方向是我散了啊，那个散了，那个是讲我跟你开口，我后面散了，那绝对是我的，我敬重的长辈。啊，那唔这种情形，我不爱散了，因为这是咱家己的囝，吼啊，所以说这是一个最基本的观念，吼啊这种情况下哈，那个几年持续下来，所以我当我如果一面对争议性的问题哈、啊，我如果用一种很感恩的心哈，我说哎。啊、就好像去年我退休的时候、啊、那个宋老师一一里面都很清楚那种场景、啊、所以我们才会有这样子的一个这个场景就是这样子发生的嘛、啊、所以每个看板其实都有我们的故事在里面、啊啊、今天我也为着我们今天的活动我也准备了除了手上的这些资料、啊、除了这手上这些资料、啊哎、这几天好像都有没有哎，这几天我就啊，这几日为了哈，那个建制，因为他目前他想要写一个，哎，你能不能讲一下，讲清楚一下？哎，你讲一下你最近要写的研究报告。哦，我目前是正在做。大家好，我目前是中央大学的社会所的学生，然后我目前是正在做人体绘画的研究。对，这样。啊，所以说呢，因为他做这个研究，啊，我觉得说这个研究是对我那么认真的，以前年轻的时候也不知道什么叫做立德、立功、立言、立见，那侬大家拢读过这种册嘛？啊，到底立德、立功、立言又是什么意思？啊，我们欢迎邱小贝，这是我们的那个画画的好朋友阿哥。我们已经开始了哈，我讲个，你应该先来先好了解。好，我邱小慧，我想到有没有有一次他在那个妇女馆，你把你的头剃光光的，我还好像我还有留你的剪发，啊，现在剪发的要在哪里，我还是要找就对了哈。所以说哈，今天我们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这个活动，嘿，就那个徐小丹，啊，好。自己找位置坐哈、啊，那我们就继续进行了哈，不要再哈那个，啊，所以我给那些这整个活动哈、啊，除了我们的哈、啊、那个高记者会帮我们这个影像做记录，啊，重点的就是说那个我们的建制他要做这个一个研究报告，啊，我觉得这个研究报告，哎，别人的感觉是怎样，对我来讲，我认为是很重要的一个教育史料。好、啊，所以说，哎，这个教育史料是重要的、啊、所以说，我就做了这些整理嘛。啊，像这云南这几天，我就在翻这些旧档案当中。啊，我告诉各位哈、啊，这个人体绘画啊邀请展，这个就是上次为什么哈、啊、我们会那个邀苏兰成会在现场啊，因为那时候当他被立委攻击的时候啊，啊，我就用了，捐了这些钱啊，办的这个活动啊，今天因为
也是说这几天，我那个要帮建制整理资料，所以要敲啊，弄个敲出来，敲出来的情况下，如果就是整理出哈、手上有什么东西，我就把它做整理啊。这个是讲哈、今天我们就是从这样子的一个内容，今天我做了怎么样的准备？你看看，我身前面的，我最近哈、这是昨天才拿来的衣服，前面的是。我们目前的模特，他抱着他的儿子，那是熟悉的作品，反正画这个小娃娃也蛮好玩的，然后呢，这个是我已经准备做这个动作，我最近嘛，我就是说我做了两件衣服，虽然我没有做什么准备的，那个像我们的宋老师哈。帮我做介绍那么认真，我蛮感动的哈。其实我今天我要跟你坦白哈，这个你看看这是这是昨天买来的。今晚刚好有饼吗，大成？有。帮我照一下，因为我觉得这些都是 okay. 这个绝对一个动作就是一个镜头就对了啦，拜托哈。所以说这个就是一个这个我想我为什么会做两件衣服？因为这件衣服我们要到六月，我们要去南投人体花卉在嘉义展览的时候，这两件我会带去现场，写生画画然后茶会的过程，再加上这个背景，我想这样子穿在身上的感觉应该会蛮精彩的啦。所以说哈，整个东西我都有在做这个设计，这个设计哈。那我们今天就开始哈，谈一下我的美丽的漂流的情形。我为什么这次会用漂流的情形？原因在哪里？因为几十年下来哈，在人生活中的时候，所以说今天整个哈，我怎么样去走上一个教育的路哈？从我的生活里面就感觉上哈，就。其实哈，现在我也常常觉得说哈，别讲怪翁啊，别当怪啦，怪咱家己地方，咱家己无聊，开始吼，着家己画图，唔爱陪人，陪翁在遐。我现在看到有的人哈，太太为什么有办法陪着先生去做股票，去打牌，去看电视，我总是希望说我先生能够陪我去散步，可是他都不要。非常尴尬。如果你先生比你长的话，你就愿意陪他；如果你先生比你弱，你就不愿意陪他。谢谢你，你讲得很对。这么简单。不然你也当工人不抢啊？对，所以说对，没有错的。这个所以说，这个都到最后是全部谈到的，都是属于心灵的层次的。所以说我今天说实在话，谈这个哈，美丽漂流的情形，说实在话，我也是从教学里面我也很感谢我们的宋瑞珍老师哈，开始认识的时候，他马上就可以看到说，我的优点在哪里，所以说今天上次你看到上次他的那个有没有？上次他的画展这个是边画口位置要让他们过去，上次的画展，然后。我点了刚才中间就是老天安排哈，被安排呈现就是安尼来的哈。像这里嘛，上次的活动哈，这个是从古文的嘛，这是学生上课写感想，顺着我们的精神在做什么做事情然后在那整理这边哈，古文板子拿出来的时候，感觉上说这是旧的，但是这个东西哈，这是我们国中的学生写的感想。我要给他贴条嘛，做个菜。这篇是宋瑞珍老师帮我写的，我们第一次。然后呢，到最后最近有没有？我们就上次我们的那个这个活动天体一年一次在爱河这个活动。然后各位发现到哇，这个看起来看，都要看到宋瑞珍的景点还有点的，这拢参我有关的诶物件这就是都会公园的迄个作品。这样子这是我画的情节变成的名片，那是安可红的物件就这样子做这样子一个整理这个时候我做这个意思就是整个一个画那个人体画
跟教学精神呢做一个结合在里面。啊，所以说哈，慢慢的，我现在我有在整个教学的过程当中哈，啊，跟社会接触的过程，啊，我当然我这个也其实也都全部都在做研究，啊，公园一直呢会点，真正心里是足恶，啊，我咧即摆哈回过头来看到人哈，哎呦，安那会当，某那会当陪安去跋筊，啊，人嘛跋筊，那好像关系都很好呢。啊，现在我过来吼，啊，啊，整个过程，我现在我的囡仔大汉了，啊，大汉跟回过头来去看，看这些过程，啊，哥在还没有退休的过程，早起时候学生欺负的过程哈，啊，所以说上哈就是这样子哈，啊，这个是，哎，开始做改变的学生，哎，学生画画，啊，然后呢陪学生画。画人像，啊，然后在这个过程里面，哎，第一年全部都是维修厂的用铅笔，因为那时候我想大成你们应该很清楚啊，那时候约旦班是怎么样？哎，课都常常被借走了，啊，后段班一起学呢不会被借走，因为学生影片，老师也没有办法去管理啦，啊，这种情况下。真的，那时候在盐埕国中的时候，我常常要接受的就是 A 段班的导师被借了，啊，我们来借，啊，然后我感谢借我买的那个方，啊，甚至，哎，我印象想在深刻的一个数学老师，嗯，数学理化老师，甲你借课，互你佚佗个唔好，即句话就忽悠人，啊，伊讲的是下底啊，啊，伊，阮恁迄个啊，哈。搁爱替阮上课，啊，其实伊迄是目标，是因为伊，迄阵拢 A B 段班嘛，迄有啊，那补习班的吼，哇，迄名利双收，迄就好，啊，囡仔较好管啦，啊，后段班那个是，就是不好，吼，啊，所以说吼，迄阵我参学生，啊，其实一本吼，因为一本的学生，吼，这是 A 段班的学生的传授，然后呢，啊，这个囡仔吼，用嘴边迄个嘴作嘴。话足侪张诶，啊！我讲，诶，迄阵因为已经到三四啊，要升学的时候，我问讲，啊，你哪有时间听话？后来我告诉你，他是半夜偷偷摸摸的爬起来画的。所以你一个老师听到这样子的一个，而且也是学生他主动帮我画的这样一个创作，而且这个是第一次的那个美玉岩画展，啊，所以我平常是这个那个美玉岩画展。哎，资料哈，对这个家境，哎，好了，本来在看咱那天天有钓的时阵吼，看见，我看到了。所以说哈，整个教育哈，到最后我是跟学生哈，关系是盐埕国中，我不爱离开盐埕国中，其实我跟学生的关系很好，但是学校的关系，我在看了哈，很像资料，我大概应该。我会设法把他找出那一张哈，哎，当那个去寿山国中做那个，哎交流，那个什么美术，研讨会的时候，啊，那种因为我每次我们的那个简班接聘哈，常常就是艺能科老师要接受这样子的一个接聘的事实，心里很不平衡啊，然后我退回什么，干脆就把他取消。问长官说哈，我这样子哈，请长官，我个公好好唔对，我讲哈，这样子我心里很请长官的教育局的长官告诉我如何让我心里很平衡呐、啊，因为迄种啊动不动就是我看不起，安尼做这代志，啊，咱拢出尽尽的责，啊，结果得不到鼓励，啊，结果得到的是被人家瞧不起这种感觉，啊，我唔知，啊，因为从我开始就是哦。有在画展活动嘛，所以后边哈有几个媒体，哈啊媒体听到哈，所以我事先我嘛唔知影，我唔知后边有媒体，啊，即摆你要隔天见报，啊，你要只要见报以后，你绝对是红底的，好，啊，所以说这些过程哈，那我们在今天我们就从这个哈有没有啊？啊，这个就是我这几天会有每个见识哈，你迄几年你提起南方哈。南涛其实那南涛就是整理这些资料形成的你啊，而且个第一年的
有没有？那个那个生活哈，啊，那个那个作哈，啊，那个那个作品哈，啊，这是那个那个造桥，造桥下，啊，啊，因为我们一年在我们做了一年的那个那个，反正就是那种很不走的心态，造成我今天就是说开始我要画画，啊，第一画画，那时候我改变的时候。早期我也不敢叫学生带他去的，啊，因为刚刚我的做法是什么？哎，谁要让我当？因为我一定要绝对全班不可能全部都要读书的啦。啊，有学生他不想读的话，那就我就说谁愿意让我当模特？一到班的上课情形，你谁愿意当模特？我，啊，啊，一人就有一个就可以，啊，其他人就也没上台，我们不管了，啊，学生不画我来画总可以吧？啊！恁其他恁个安心，恁去读册，恁去做做恁的工课。啊，那个不读书的，让吴老师当模特，让吴老师画，应该也不是坏事嘛。啊，而且迄过程是安尼，啊，啊，所以说啊，过过我就是讲从台北，啊，去李德老师，就是我的老师，啊，那边邀的那个模特，啊，就是赵桥。啊，迄阵我的做法是一年来只有一届，每一个月一届，啊，一届哈。啊是一个月四点钟，四次都是四个小时，我们一次都是三个小时。我因为，我因为我这边我这边目前画的情形嘛是安尼啦，啊，但是现那时候会用多少钱，我现在已经忘记了哈。啊，所以说画模特的过程啊，他就这个是那个啊一年过，伊讲伊无想要，伊无想那个落来，因为觉得这样太累了哈。啊，阮迄阵吼，伊若逐年逐届来吼，我甲伊讲，我拢会伫阮家。礼拜日我是主张逐户逐个化药食，吼，礼拜六吼，拜六甲迄个，啊，然后呢，再来礼拜天他要回台北以前，我台东，阮迄阵很习惯去观音山食小酒鸡，啊，食了伊卡坐夜车回台北。这是安尼过了一年了，啊，一年以后他说他不想来了，他不想来就开始，哎，一整天开始我们在找南部的模特是安尼来哈，啊，这个是阮哈，啊，早期哈，其实我们如果要画，好，啊，所以这个只要有人体的资料，啊，报纸上我可以看到人体的资料，我全部都有法度的，我拢会把个简报剪下来，哈，啊，这个是这个哈，啊，这一种。啊，不要包装哈。还有我们如果在个展哈，我告诉你，以前都是我们去那个有没有？好，啊，这一阵我们在展览的时阵，都我有台湾有办这个活动，谈人体啊，啊，那阵有嘛邀请我过去台南，啊，这个是要等我登记出展现出来的哈。阿哥哈，这个是第一届，我们通常我们那个画展。请去那个叫人把阮那个报道，我甲讲请人江水波不见得会报道，但是这个这是那个这个那个我王挺俊你们来有见过哈？王挺俊啊，那个邱小慧你蛮小的哈。王挺俊啊，邓伯承啊，邓伯承那个宋老师你就很清楚了嘛哈。啊，邓伯承啊哈，因那时候一个姜文小峰啊，然后就是连同模特啊，就做了一个专辑这样一个报道，啊，所以说这人体跟画展的关系就是安尼慢慢安尼滴滴滴滴做这个安尼进进行哈，啊，所以说哈，啊，这个是安尼几年哈，啊，一阵你要看，我们画展哈，这是他早期的，并且我感觉讲，画展就是用画展来激励自己用功，啊，所以说我现在也是也有很多观念哈。我这么讲哈，如果你作品你敢看出来，你做人你都认真。我绝对，我到现在我在教学，我的原则还是绝对不帮学生改画。我这么改啊，但是我会教学生去观察。啊，为什么要教观察？因为观察从观察当中，你自然而然你发现到那个空间的变化，那个它就是属于你自己的东西。而我帮你改完了以后，那个空间的关系会很重。下次你还是会一样的毛病，所以我现在因为那个，我在这一点我也谢谢我们的哈，那宋建生当我上次的那个有没有？
上次我们在那个凤山社大，凤山社大的活动，这个活动，当时我们我是也就是说人们就是这边的内容，我们为什么那时候会有这些问题？当我们对这个活动，不是这个活动，应该是另外一张，拿错了，不是这一张，这张是由宋瑞珍当主持人的哦。啊，有一张，一张是我看你的位，对，就这一张，这两个就是一个关联性了因为这一张。这个活动我被送进，我们就被跟依依啊跟郑鸿生开庭这个开庭的过程然后呢到最后我到最后这个检察官就跟我们不起诉处分就是这样子这个这些全部都叫做我们的历史的资料了也因为原体如果不是原体的话加个应该的，所以说为什么就好像上次宋老师当你主持那个这个活动的时候有没有？现在苏市长伊嘛是共轨啊，很奇怪，就是原地大家都会关心，嘛你原地大家拢无咧，无讲足关心啊。这个是我分析的结果，这个也必然嘛，因为那党总是要先了解自己的，你连我们自己是一个人。你都不了解，你如何去了解其他的万事万物？什么叫做爱自己？什么叫做爱别人？都没有观念的话，那你怎么要去关心别人？关心什么？跟你那个动物啦，那个什么晴天下方一天都不可以。所以我是认为说人我们对人的好奇，这是咱的本能但是有这种本能，我跟他讲这是应该是。算该好的代志，现在来个是何哥讲讲这个画展整个过程这个然后各位我就开始个进入成立电工我头前是感觉当年咧电工真的太花时间了，后来我们就变成两年，我们就决定是两年一展。到现在好像应该不是这样子的，每年都有展览，有时候展览一次两次，这个都所以说给那人家整个资料有没有？我把南韬人体画会的资料整个我们那时候只要有活动的话，我们全部都在，我很认真收集我自己曾经走过的，我努力过的。包括我所搞写的，还是你有所搞写的，以后叫我都得老家。而且说大哥你哪里那天，而且说今天是同日的，见之间大哥见你咯，因为关键几点问，跟我们第一次在讨论的时候，我真的说我跟莫家提是速档的啦。而且在那个外面也不方便，所以我今天就是为你，今天这个展览会把这些东西都搬过来。其实是为你而做的因为我觉得你富有一个就好像我们这个模特模特为什么大家看到人体就开始想到艺术设计这个本领这个就是我们这个整个社会上不健康的地方阿丹尼我想你应该也是我那天跟黑泽他去台南他谈到以前那个回旋问你的女人那个整个我才以前人家说你是你当模特，其实我也搞不清楚什么时候你当过模特或什么，我还不清楚那一天你跟我谈到以前在东海当模特的时候，跟家里的做一些什么样的活动然后产生一些毕业反正不管了，就是那你就是模特是在东海嘛毕业之后我还是搞不清楚所以说这个就是整个这个就是说整个这样子一个过程这样子有没有？那天我听他在讲真的我的感触就是说他能够很自在的对他
这个工作产生了一种很自在的去叙述。然后我每天跟我们两个的互动就是说，即使你很诚恳的情况下，不会因为时间改变而有偷播的问题，所以这种情况下，等等应该在下面也就可以看到什么？那是我们的文化中心，我在文化中心现场画人体模特的那件事情，就这里面的资料就可以找到，因为在当天活动报道的前一天，他们就已经都去找你了，而我不知道为什么全部都是会去找你，那但是也应该是必然的啦，因为那个活动，所以我活动完了以后，那个林峰林峰跟你蛮熟的吧，所以我们才有机会认识到现在，所以我们这等等我们这整理的还有一些这个好的，这些都是关于南韬人体画会的展览跟画展活动，这里面全部都你清清楚楚你看看这个是以前，因为那时候赵乔愿意就是公开他的工作他的身份，所以媒体也蛮喜欢跟他讲话的帮他写报道，所以我这里面可以看到很多这样子的一个资料所以说这个听他讲然后呢那天我给你看的有没有那个楚清写的那个我可以这个郑高雄南韬画会模特小姐的那个，她是登在那个中央日报，那楚清写的，宋老师上次你的那个活动开始的时候就是用这个开始的我想真的有想法的人看东西的感动都不一样所以说上次我们去年也就是说这个活动刚刚我讲这个活动现场是宋慧珍老师主持的我觉得他的生命的态度就是那么认真我生命的态度就是就我相见他有压力蛮大可是宋老师他可以我不知道我今天他还做讲义呢我够感动的啦我说青菜啦你青菜够得好啦我不知道我虽然我记得说青菜但是我感觉说这个青菜的过或人家的认真我跟你讲我都会感动就好像我的学生一样学生啊说他的感想是怎么写我常常就是会因为这样子做很大的那个对，这个几例，这是东海的，他们在真模特，这个也是画室的场景，不是这样。所以公公说，嘿，整个几年下来这个只要是有牵涉到人体我那个媒体都主动了。我的画他那个名字写上去。这样子这个里面就是也是画室的场景嘛这边还是整个活动是整个活动整个过程那时候真的我的活动性也蛮强的这边这个你看看这赵乔赵乔因为给妈妈也会到所以建制你给你来讲你应该可以就是拥有很多这些很实际的资料也因为上次我们讨论过了以后我知道你要的是什么东西所以我今天这个活动这整个当然我本来我要拿出来的是我跟教育上的一些问政的问题分享我也简单的想法是比较属于教育上的问题结果因为你所以我就很辛苦的很认真的去整理的这些东西所以说这样子慢慢的因为我们的那个人体画人体然后那种人体的观念我慢慢的我就会这个你看看我给我们看起来这个都是简报这个简报应该你应该宋慧珍你应该这个知道基本上你哪怕看出来的作品差不多你都知道是谁了现在我们再继续有这样一个交集这个人体绘画艺术座谈会其实那次就是我花了这个活动
这个活动花了40万，啊，这个还有印花车，这个活动还有印花车，啊，这个海报这东西是外学生设计的啦，帮忙设计，啊，肯定这五星长出现就做什么工作，哈，啊，然后呢，啊，国中课程语言艺术那个才徐小刚，啊，大概36分的，那个是因着，啊，一直我印象很深刻，他谈的，哦，恁家的老师咧做新闻文绉绉的。啊，我心内讲是讲，当然要文绉绉，阮阿哥不食饭嘞。啊，你可以，我没有办法像你那么豁达，说不需要嘛，会五斗米折腰啊。而且医生那种的活动跟这个做这个，吼啊座谈会啊，包括吼，迄个迄情况，包括你拢会当对迄个迄这情况，你都可以看到很多东西吼啊。所以说，这个到时你呐。你根本有需要资料，那你就自己再去做好好的去整理哈。啊，这个你看看，这个也是啊，这个都跟人体有关系的啦。啊，因为人体所以认识了很多媒体，好，媒体啊，然后认识了很多媒体，啊，媒体也接触的时候，啊，等一下那些人物啊。哪个美术教师写生活通，通常人家还是会把我的名字写下来，就好像这次宋老师，我那个高二的文化季刊有没有？哈、啊，说实在话，哈、啊，人是安内用你的名，哈、啊，你的名字就是讲人家心中有你的分量，感觉上值得再继续行销下去啊。而且我想你应该也是蛮清楚的，所以。这个是都用很早期哈，我这些一般性的简化画展的哈，简化个展哈，啊个展哈，每次这样子哈，啊这你应该也很清楚，这个也是哈，这个模特你应该也很清楚了哈。其实那个再怎么画不像哈，还是有那个味道存在的，啊，而且说我天天奉陪，我说要研究就研究自己家里的人，那没研究好了哈。那、啊、这样子的话，让我们的那个回忆可以增加好多好多哈、哦、啊，所以说几年下来哈、哦，这个媒体的报道，说实在还真的是蛮多的啊。大家哈、哦，这个哈、哦、啊，我每次画展哈、哦，我都会配合勤俭啊，我印勤俭对我来讲是蛮重要的哈、哦。啊，这个是一直哈，啊一直因为那个红书香啊，跟那个。邓伯承跟侯淑香很熟，啊，所以说哈，很多地方就是因为侯淑香的那个安尼，也人也蛮好的啦，啊，所以有很多朋友，他可以好那个召集了很多，多那个记者哈，啊，所以我每次哈，好像我包含人体啦哈，或是那个哈，新闻都蛮多的，啊，这个是几年下来，啊，这个展览我是第一次哈，这个花钱可惜，准备因为那个要卖画，我发觉外世界里面我是讲啊，我要卖画这个观念，哈，拢无这个哈，嘛感觉我啊家己都也袂袂出去，啊整个感觉上自己的思维就是安尼啦，啊但是就是媒体留下了很多记录，所以今麦这媒体记录，哈。弄很多很多哈啊，然后我发现他说这些纸张钉啊，无完后背起来到尾啊会歹，所以我到尾就只啊一张安尼在念，啊念嘛搁去后背，其实我钱大部分拢开伫这种所在啊，就好像上次吼，啊等你那个你讲着你去分回身份你的女人，迄个啊。你这半年生，我感觉，哎呦，哎，这个怎么会不在呢？你看他还帮你做专辑的，啊，然后呢，伊电影的婚礼你看，对，我只要我感觉伊家己个物件物件拢无伊啊，拢伫我，你还在吗？没有，我觉得我说起的比较完整，
吼，啊，这就是讲吼，这除了我以前呢吼，啊，咱伫咧咧异地的问题，迄一届我当上届好笑吼，好像都是我的什么的，哎，我过来大家吼，我来甲报告你最近做什么？因为我那时候要去那个沙巴，去十天嘛，回来，吼，哎，咱就甲我报。讲迄个阿丹在创啊，阿丹在创啊，很好笑，啊，那好像我是他的妈妈一样，哈、啊，其实那时候他抓我也是，我好像也是他的妈妈的样子，我心里代志哈，啊，其实那几个那代志哈，他给我最大的感触是什么？因为一般的人总是认为什么叫做，对我，如果今天一个人。要透过毒品，不能我就我可以很勇敢的跟你讲，我说起的绝对比你多，因为我比较用心。还有那个 A 木人的那个手稿，那个我都还在，啊，唔知道到底叫我唔知啦。好，而且说这整个哈，就是说哈，而且我跟你讲，我绝对不会只有买一份，都买两，至少绝对会买两份以上的，因为我知道。嘿，那一个嘿，我眼稿还是比较漂亮，影印回来效果都好啊。好啊，所以说哈，这个是第一次阿丹那个哈，最开心啊。我跟你讲，其实我从阿丹身上，我也学到人家怎么制造新闻。我还可以这一种哈，哎，啊，甚至我跟你讲，这几天的事情哈，真的我就想到哈，我那滴丁噶，嘿，代志哈，哇。变成一个政治，我咧感觉讲已经卖在集中大地上，其实就是等我们几年下来，我在教育圈里面去面对很多问题。好，啊，我也讲过，我讲，我一个人，啊，怎么影响了一群人？教评会，我来我先死，所以有时候我唔敢先念，就是安尼，啊，只好跟问问啊，大家话怎样，我可能讲改。问学校说，那个媒体有在问呢，啊，哪个地方我做错了什么事情？我调多一点门啊，啊，你们请你们给我这个，把这个礼物啊，其实这里面包含的哈，那个哈，这里，啊，啊，这里的做球哈，这个是，啊，另外这个。这刚是迄个吴德美甲迄个阿丹，喂阿弟啊，第三回合开始了，顾问哎妈祖，那个选举也是真的，好阿弟，好、啊，所以说你今天哦，你没有现在看看这边你新思维那边改天可以去，啊，今天这个就只有这个就结束了，阿弟那个现场的感觉跟看那个哈、啊、那个录影的感觉绝对不一样的。好，现场还有我们这些互动哈，还有一些杂音的感觉哈，那种感觉哈，啊，所以说哈，这个婚礼哈，我们从开始哈，啊，就是整个，啊，所以那种我来第一个哈，啊，迄阵这个在画楼画哇，迄阵你要我找我做新闻，你要找别人，啊，这个是那个哈，啊，另外，像说我最。关心的是活动完了以后一些社会的舆论，我比较关心的是这个东西。所以如果有这些内容，我就觉得我们的活动是蛮成功的。不是只有那个活动的报道，那活动的报道我觉得不重要。重要的是活动完了以后，因为有些哦，有一些像在演讲，你一直在讲明朝号，好、哦、啊，然后从你那谈那些，我就可以结合。我等等，我们找这些资料就可以看他怎么样讲，他怎么写。我要从这里面，我就很清楚的，我可以具体的说什么叫做官僚。好，而且我那边取官僚证据很多很多。好，而且慢慢的，那阿德来用官僚想讲讲啥讲媒体。好，而且说，咱那是讲哈，听人讲讲啊。你唔好健忘，唔好安那，我讲过，其实那个是一个托，就是说他就是怕那个，哈、哦，啊，你就可以从这个那个台的那里回得来，好、哦，没问题，好、哦，啊，所以说，但是安尼相对的，当然我们也会要面对的，就是讲，哎，
原来是会给科研就对了，啊，科研会搞到哪讲？人家看你是很寂寞的、很孤独的，那么会不会寂寞孤独？我觉得都不重要，因为心里的那种哈，那么喜悦哈，这是很代志完成了哈。啊，然后黑媒体做了很多很多的报道，那个报道的内容哈，那个才是需要重要的哈。啊，所以说哈，这个是安尼整个哈。啊，另外各位有啊，迄一定会去找教育部部长。啊，咱去找教育部长，找无啦，绝对找无啦。但是媒体去找教育部长，绝对找无啦。啊，法务部部长他要找谁都没有问题啦。啊，如果我们自己去找都找不到，啊，所以你们看上次有没有那我那个刚刚的法务部，那民意代表去讲那曾永福的猛案，哦，啊，后续就很多很多后续的故事都蛮好玩的，所以我蛮喜欢看整个事件发生完了以后，后续人家怎么说，我觉得这个是蛮重要的哈，哦，啊，所以说嘛，这个啊，这个画展会的啊，我讲的。到一个活动哈，去设计到演出，这一点我跟你讲，我跟徐小丹相处，我就看到他很冷静的一面，因为你们那个那时候你们针对媒体，你们也知道嘛哈，吴宗昌医生也是有一些是有这些状态等等，让他用。跟请等等再去谈嘛，啊，这现在我们这边就谈住了，而且这是整个有没有啊？这是画展婚礼的现场，啊，我一直嘛在下面，啊，我就觉得说，啊，到现在我跟你讲，我印象还很深刻的时候，黑胶出来哈，跟胶出来，你坐在啊，然后那个你那种自在哈，啊，那个哦，我觉得好，那个配合那个灯光下好美好美。结果到现在还是印象很深。啊，那时候在教上，我那时候的感觉，我不是要嫁给那个男人，是嫁给艺术。真的，那时候是不是要嫁男人，是嫁给艺术的感觉。对啊，其实在整个过程嘛，但凡哈，但凡老公这一块，然后要把这个事情完成。嘿，是因为那个人，那个已经有些精神状况了，这样。嘿，啊，不过我今天不知道有没有在。把那个货来，我上法院压的哈，我一般那全部带来，一种，因为佮带来，那个啊，这张哦，这张就是讲，哇，这张就是我画的回旋问你的女人，这份。对，那个文化中心。嗯，对，那个不是啊，我就是说，哎，因为这本那个回旋问你的女人的这个活动，好，啊，我们才我好像有。嗯，应该是这一张啊，这个叫做罗的对话，就我讲，一般我无啥在提出来同款，原因伫倒位，啊，迄就是黄明英啊，黄明英最近有没有迄个晚上活动？我顶下去迄个罗六文化中心展览，我讲他很厉害哦，一个国小毕业的，啊，伊讲爱舞蹈，爱去学舞蹈，啊，现在他居然有办法哈。用他那个中台那个什么那个讲师，中台禅师，不是禅师的，这个是那个科大学的那个不是，所以我就觉得说哈，其实今天我真的我蛮欣赏那种哈，那种有生命力的人，啊，其实就我把你的第四把以前，比如说在台南地方法院，啊，一直。那个台南地方法院，他一直那个负责哈，成立中国新当代艺术家协会，这恁大家都唔捌听过啦哈。啊，一直就是曾永福当，比台南当，你的我唔知影。啊，我讲一直也会记住这个曾永福啦，所以当现在他是一个法务部部长的时阵哈，我也刚刚哈，我的感觉就又比较。很不一样的感觉就对了哈，啊，所以说，啊，啊，你头先就是要找你回旋问你的女人，啊，啊，就问，啊，这个是讲有，哈，啊，我为什么这个全部都是徐小丹各个不一样的、
对，迄、那个吼，啊，然后呢，另外后面两个都画风变化，伊个画风就是，啊，这个又迄阵我讲文哲雄为什么哈、啊，这种画风比文哲雄不可能帮他写序的啦，所以他只有愿意帮我写，他绝对不愿帮他写的啦，好、啊，啊，这个好、啊，啊，另外伊一个迄、那个国中啊，然后，哎，你看看。结婚几次啊？啊，连带三个儿子啊，然后这个过程当中，一个已经往生的是一个国中的国文老师，啊，现在又跟一个结婚了，啊，那个原本结婚我搞不清楚，啊，这个是，这边全部原本就是从刚刚那一张延伸出来的《回旋梦》里的女人，啊，我意思的，我为什么《回旋曲》的意思就是都是他自己在烧他自己。我这地方行业，啊，迄阵我甲伊讲，我就是咧想讲话，哎，要来送吼徐小丹，啊，徐小丹，迄阵才开始想着迄个伊电影的婚礼时，好，我们就这样子谈起来的啦，对吧？这里，好，啊，就是好，这个就是迄阵，婚画册，啊，这个画册我们就慢慢的再来做行动，渐渐就是安尼进入的，好。刚刚哈、啊，因为有这个人体化，所以就开始哈、啊，变成哈、啊、参加一个所谓的小工会画展嘛，啊知名度，啊人家自然而然就会来找你，啊找你就是台北教育改革，还有张德辉夫妇，所以我的画里面这张就是安尼来，因为这嘛是伫报章媒体里面看到的他那个他们夫妻两个。这个叫做那个笔头代替，因为那个笔头代替拳头的钉法，就是这样子出来的。哎呦，我这本画册，我重点是把除了我纪念性的，啊，然后哈，那个是跟我跟一般人的在那个印画册是不一样。一般人画印画画册是要卖画，啊，我是纪念，因为那个这里面如果是一些比较小张的。就是人家跟我说厂的，啊要飞啊，人家跟我说厂的，好啊那个啊，因为他们说收藏我这张作品，等于支持一个教育理念，啊而且是丢啊，而且中间嘛，后边那边关键是什么？那视觉案的现场这些单位，啊这个是因最早他们两个在教育部门口。好，做了开始进入一个教育改革啊，然后看这整个那个有没有，那个没有常态变化那这些问题就开始就是安排出来，所以就丢懂的意义是讲哈，而且就是一个刚才讲里头应该把它做一个纪念性的东西，所以这个都是门道上的一百套是安排来，好啊，包括啊，但刚刚那个回旋曲的哈，艺术证那个这个。艺术政治色情，那个政治色情，那个等于也都是一样的。我刚才光片那个都是要把它记录有纪念性的东西，好，而且好，啊，今麦来的时候成立了，因为谈到这个教育改革，哈，啊，这个就是凯西就是有这样子的一个接触，那，啊，接触完了以后，哈，哎，我们有一些话友，哈。对，这个是八十年开始的时候，画友吧，我们应该要来那个开那个，我们早期的哈，早期是这样子做的，啊，这个朋友你看看，这个都是我自己花钱印的东西，啊，这个最早的。那，啊，最早的那个画展的时候，我们刚才有配合这样一个摊子出来。蓝汤，还有什么叫做蓝汤烂生？这个都叫蓝汤烂生啊。然后慢慢的，哈，啊，这卖哈，啊，这个是的话，肯定自己掏腰包啊。每次配合一个画展活动，我都会哈，啊，把跟学生的互动关系，跟社会互动的关系。变成一个专辑，这是早期的，啊，早期的 A 五天，啊，这个就是，啊，后来我们的那个一些啊画友也都，我们应该要登记，要去那个新闻局登记，
成立说我们这个是正式立案的刊物，啊，这是一个那时候他正在读研究所的，啊，那个读研究所的这个张德伦是他的老师，好，啊，所以他说要做这个登记嘛，啊，登记，迄阵咱年纪里面，迄阵登记要30万，啊，我无30万啦，啊，然后刚好那个一个朋友他要。那个要买房子的贷款先借来存进去，然后领出来还给他，哦，就是一定要做这个登记的动作。所以我要这个刊物是有正式向那个行政院登新闻局登记的一本刊物，但后面就不需要了嘛，哈，哦。啊，所以说这个哈，啊，这一般哈，哦，画画的写东西对他们来讲是蛮累的啦。所以我来讲，今晚我来看，大概看到宋岳珍小姐姐哈，真的，她就是我的偶像。但是这个偶像哈，我跟你讲呐，因为呐文字，她的那个哈智商哈，我告诉你啊，那是爱训练出来，像我那个拿画笔，我是蛮自在的。大概人还没叫我去唱一条歌，唱一个歌，我感觉我是有压力的。啊，你呢叫我在现场画画，我没有压力。听我在现场大家唱歌哈，你跟着帮我唱的话，你听我跟着你听，就是这样子的。啊，这个是都，嘿，就是一个在这个很多东西，其实从小时候养成的习惯是蛮重要的。啊，这个是我来讲那些我们的教育一直没有在做的工作啊，甚至于刚刚宋老师已经讲过了哈，我这个美育只是把它放在。哎，就是一个广泛的，包括心灵的美育。其实文字就是一种心灵的美，好啊。一般人把它美术，所以说以前为什么，哎，蔡元培他在研究，其实医生蔡元培哈，蔡元培的研究也是真哈，大家只是把它定在只有画画而已，啊，其实那是不过的，好啊。所以说我这几年下来，因为我在讲我的。一本我有话要说，跟学生产生的互动。刚才我干嘛说，我自己开那种钱，我安尼欢喜甘愿。到现在我嘛是讲，到现在真的有时候在想讲吼，那编辑的难逃吼。其实编辑难逃，我来讲再来，编辑的部分，你嘛是讲爱印刷厂啊，然后我若看遐小姐光没出来，我来讲我嘛不爱乱催啦。啊，所以说现在吼。叫公开，这几日应该爱叫吼，但是伊吼，因为伊在咧管别人，我嘛开始拢甲催啊。啊，是这种情况下，啊，多少我讲，我一本来我就在做一个创作电影人电影，所以吼，我当时我也开始讲要求，啊，开始迄个啊，到尾变作啊，算了算了吼，啊，像我吼，这就是阮去一届吼去，吼刚刚迄个教育改革会，这种现场有很多资料，我拢拢听了拢去。我都为着我们的哈建设哈特别哈，跟干了啊，其实这个是跟干了的关系了哈。而且说，当我们在做研究的时候，不应该就只有就是诶干抖啊抖有什么好看？而且说，我第二个哈给你们的那个资料，哪对有没有？那什么退休以后的那本话，你得说要送，像目前宋老师来讲。啊，我已经把它看完了，一本一边，大家都可以拿一个参考一下。这些有好，您等于做参考的资料一样，嘿不好。也就是我目前我对艺术氛围哈，让我感动的东西，我把它整理出来哈。啊，今天我们就是说一个观念，它里面已经有写的，那个有没有？其实在练习画画、人像、风景、写生啊。那些全部都是一个练习而已，啊，到最后有没有？今天我要认为这个哈，刚刚老我跟你们介绍的那些都叫做我的创作，真正的创作就是刚刚我嘿有故事有伊的意义，哈，有故事伫内底，哈，那个才叫做我的创作，哈，啊，就这种叫做练习，啊，这个呢找空间为练习，啊，就是这样的，啊，而且呢，我后面这个就是。我正在哈进行的理念，哈在，啊，这个就是一直不会改变的。